那么新凯刚才也说了，今天呢是良心无悔演员的一个观众见面会，那么到底有哪一些演员呢？特殊的朋友来到台上来，他要对一个人讲一些知心话，是不是？哟，冲着悄悄话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好。要不来您朝这边，您别激动。我今天来到这里真的太激动了，我也是山东人，我真的没想到在这里能够见到寇老师。你是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做活动，突然所以说一大早就赶过来了。我看过寇老师很多演的戏。喘口气，我真的太激动了。就在你面前，不是做梦。喂，好，你想对寇老师说什么？我今天给寇老师准备了两件礼物。第一件礼物，请看这边。寇振海，我的青春献给你，我永远爱你。寇老师，您这责任大了。我的青春献给你。谢谢，真的很感谢。哎呦，真是很费功夫的，然后又费钱，是吧？真是好心。好，第二件还有呢？第二件礼物。好，谢谢，就这样吧。谢谢。台下有其他的观众，哎呦，别激动。是你错了啊。好，别激动。谢谢。好的，这样。好的。寇老师。